大家好，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我们携手抗击新冠疫情，这次疫情至今还没有完全结束，我们有信心最后战胜它。通过中国侨网，我衷心的祝福港澳同胞和海外的侨胞们，在牛年百事顺意，阖家幸福安康。各位侨胞，各位华人朋友们，让我们继续发扬中华民族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，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继续奋斗，努力拼搏。新的一年，我希望全世界疫情早日平息，国泰民安，希望全世界华侨华人加强合作交流，祝中泰两国友谊蓬勃发展，万古长青。我们在菲律宾马尼拉祝福全球华侨华人新春快乐。过去一年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，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，共同抗疫，全球华人也发扬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、同心同德的民族精神。我们背后有强大的主计国，身上有新的使命，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。咫尺天涯，你我皆平安，祝大家万事如意，祖国国运昌隆。希望全球疫情早日平息，国泰民安。我通过中国侨网，祝全球华侨华人健康平安。在此新年之际，请允许我代表美中创业联合会全体同仁，恭祝全球华侨华人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。今天的抗疫成果是我们亿万海外华人饱受酸甜苦辣、痛忍生死离别共同、万众一心换来的。待到春暖花开时，我们再回家团圆圆梦。愿寒冬不寒，温暖依旧。通过中国侨网，祝港澳台同胞、国际侨胞新春快乐。我现在在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，通过中国侨网，祝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新春快乐。愿全球同胞及华侨华人在新的一年焕发新生，乘风破浪。我代表在华侨胞通过中国侨网，祝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新春快乐。旷世疫情下，我们都平安。日本华文教育协会通过中国侨网，恭祝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新春快乐，健康幸福。过去的一年非常不平凡，对大家来说是很辛苦的一年。我祝福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进步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一年比一年更好。